我先回去了。好，收收呗。慢点。明天中午。啊，中午。明天中午记得。好，那明天中午没有考全阳了。没有，明天中午不要考全阳。改天稍微空。好。空闲一点啊。嗯，明天中午提上八加一，我们去你去你那里啊，好好喝。那你慢点啊，老爸。好好。幸亏刚刚家人们还是给力的，所以说家人们刚刚还是给力的，真的是实话。我觉得我想，嗯，刚才直接下了吗？下了，已经下了。下了没有了？对，那个直播间4900多个人了，马上5000个人了，家人们，我是只想让我爸看到就是家人们对我的支持啊，所以呢，今天就为了拉个数据，所以呢，嗯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我肯定在我老爸面前说，对吧？嗯，对，并且干嘛的？因为是什么？不然的话他会他就像家人们说的一样，他会心情不好。嗯，他刚刚其实说句实话，他刚刚一下子就那个啥，一下子他就我感觉他不高兴，因为他是觉得这样子对不对？他觉得这样子可能不是他想要的，但是他刚刚幸亏家人们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我们不用答应谁，只要我跟你说。阿伟他有这个想法，家人们，你们觉得他现在他能够自己去选择了，你觉得他会选择谁？家人们，你们告诉我他会选择谁。家人们，我跟大家说啊，不是说我妈宝男什么的，说实话，我爸有了我爸我妈才有我阿伟的今天，说实话，所以很多东西我肯定是要去尊重他的，知道吧？而不是说我爸说什么我都不听，然后我去乱搞一些事情。那比如说直播间5000个人，有叔叔阿姨们跟我爸年龄一样大呢，知道吧？我爸肯定也是为了我好，希望我好，知道吧？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就那种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家人们啊，我爸对我的严格，我没有觉得怎么样，知道吧？说实话，有了我爸，有了我妈，才有我阿伟的今天。没有他们的话，我阿伟什么的不是，知道吧？那么比如说直播间家人们5000个人啊，你们的儿子、你们的女儿不听你们的话，你们心里面肯定也是不舒服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你们对你们儿子儿女说话的时候，你们也肯定都是为了他们好的，知道吧？为了他们好的，不可能就是希望他们不好，不可能的啊。那么我老爸肯定也是为了我好。只不过呢，就是说管我管的比较严，就是比如说我的一些就是我的一些自己的私事那些，他也管的比较严。这些呢，就是说这些呢，可能也跟我工作上也有关系嘛。因为公司我最近都做的不是很顺利，之后呢，他就觉得对我不是那么的信任，他想让我把工作给做起来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我也答应了他，对吧？他说刚才给我两个月时间让我把公司结果做出来给他看，他以后也就不会这么管我，知道吧？阿伟，这样子的，刚刚直播间很多家人都没抢到那个蜂蜜，这个蜂蜜里面很多家人都说我是真心是的。来，你这样子，你把那个蜂蜜再给我上100单。好的，家人们，这次你们就自己去抢好不好？就100单，好不好？但是这100单从我的仓库发货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好不好？对，上蜂蜜，家人们，你们都在出来，9.9视频的这个紫云英蜂蜜啊，而且我跟大家承诺，这个蜂蜜，家人们看一下，对不对？你们看一下，全是蜂蜜，你们可以截屏，好不好？你们可以截屏，它的配料里面全是蜂蜜，不含任何一点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吴总给大家的这些福利啊，这些给，嗯，他的心意给到大家的，他也想支持我一下，想证明给我老爸看一下，我呢想把这个数据给拉上去。数据拉上去之后呢，我剪图发给我爸看，我说确实因为他有点针对我玩这个网络，知道吧？有点针对我玩这个抖音啊什么的直播这些，他觉得我没有把心发在公司上，但是呢，我希望让他看到，就把这些数据让他看到，我是有那么多叔叔阿姨是支持我的，知道吧？不管怎么样，但是呢，一方面你们也支持到了阿伟，一方面呢，你们也得到了好东西。家人们，你们截图吧，现在截图，好吧？现在截图这个蜂蜜啊，你们现在截图，截图下来，对对，你们自己去截图，9.9四瓶，125克一瓶，知道不？抢光了。来，你们截图吧，哦，然后两边截个图，我看我老吴送给你们的东西是不是好东西？价格，如果说家人们不是真蜂蜜，你们找我，我赔你们真蜂蜜的钱，行不行？来，你看拿点纸过来吧，对，倒点。不用了，这是他已经抢完了。没有了吗？他已经抢完了，家人们。
再给大家筛一点。上了，绝对上了，真的这个东西真的上不了，因为我这个东西你也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我真蜂蜜，我今天上了差不多600单。我们才刹车就没有了，因为上100单嘛，对不对？上100单，没有到100单吧？才上了，这个婆娘媒婆长进了，家人们，我觉得今天我自认为，我觉得我这个媒婆不是媒婆，今天这个我觉得我做的还是称职的，我反正但是具体什么样，就是他们两个去搞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家人们，等一下我再给你们上一点，好不好？我这样子的，那我这个蜂蜜我实在搞不起来，但是我给你推一个东西，来，你这个东西我本来是送给叔叔的。这个东西添加特级初级橄榄油嘛，5星认证的，这个油本来是送给叔叔的。嗯，你觉得我要不要那个啥？我要不要？就因为我蜂蜜送不了了，我蜂蜜没有了，我就送你这个吧。嗯，你就给点这个给家人们嘛。橄榄油在外面，对不对？这样一桶随便都是，对不对？2.7升的，随便都是60-70块钱。嗯，家人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我现在还没送，这没事。家人们，现在是不是你这样子好不好？嗯，今天我给你面子，你看这个油2.7升的，你看多少钱？这几个家人们给我炸了，好吧？炸了是吧？炸了。对，我要的是数据，你能给多少单？我其实我说实话，我能给你500单，应该是500单，可以不？500单是吧？对，500单，这个东西是吧？这个东西谁都要用到的。你看你多少能给家人们吗？你多少？我觉得39.9块嘛，这是我的底线了。39.9块上500单。500单是吧？对，你去任何一个什么什么平台什么的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的不会低于49.9块的。不会低。就是主播他有补贴，他都不会低于这个价格的。家人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初级橄榄油，对，可以，对不对？能不能？嗯，能不能再便宜一点吧？你再便宜一点吧。你不是看这么的，我想一下。嗯，家人们，这样子有没有人出过这个初级橄榄油的？有没有吃过的蜂蜜？家人们不要急，在我直播间，对不对？我们打一下，知道不？你就说你能给多少单？啊，这个我能给你500单。500单是吧？对，39.9块。这么的，39.9块。你这样子500单我也不要你500单了。我希望就是今天晚上虽然抽到了数量证明了给我爸看，但是我想的是这样子，我想的是给我叔叔阿姨们一点心意，这样子29.9块。嗯，然后呢给200单就可以了，好吧？不用，可以200单我愿意。那我只要200单了，好吧？好吧，来直接给我上车200单。家人们，今天我跟你们，我已经上了。就家人们，我今天跟你们说的是来自于个什么油？5星认证的一个添加了特级初榨橄榄油的一个，对不对？植物调和油，家人们，今天我们带来的是2.7升的这个东西，我们叫人头卖啊。我跟大家说，这个我们在我们的超市里面卖到的应该是79.9块，因为橄榄油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贵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家这个东西我就不用我去详说了嘛，对不对？今天这个阿伟他竟然把价格达到了29.9块，2.7升相当于500，哦，2.7升你就看都是那270毫升，你看真的，家人们，你们真的每个人就给我拍一档好不好？这个叫初级橄榄油啊，家人们，好不好吃？你们吃一下小吴的，你们就知道好不好吃了。我跟你说，那你可以放一下，我们是5星认证的，知不知道？5星认证的。添加特级初榨橄榄油，懂不懂？这是家人们，这是每一家家家户户都是必备的东西，必备的东西，备用的东西啊，必须要用的一个东西啊，炒菜用的是吧？炒菜用的，而且炒菜我跟你说有个好处，它没什么添加别的东西，炒菜会橄榄它本身对这个位置知道不？对这个位置有好处的，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是有好处的，这个地方嘛，对，来。不管怎么样啊，今天晚上我只想看到数据啊，今天晚上价格我给大家干到29.9块，来，29.9块下方小黄车已经给大家上车了，但是只有200单啊，只有200单，这200单直播间3000个人去抢啊，只有200单，拍完了就没有了，来，家人们你们仔细看一下啊，仔细看一下截图，5星认证的，家人们，5星认证的不是什么，对不对？连星都没有的那种，对不对？这是添加的是特级，家人们看到没有？特级初榨橄榄油，特级，家人们，
给我把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截图下来，来，给我截图下来，好不好？现在已经100单了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来，还有100单，抢完今天就没有了。这个油可以多备几单哦，家人们，多备几单，懂不懂？你们拍两单哦，拍两单都29.9，2.7升，一个一价是拍两单都没有关系的啊、哦，这可是好东西哦，你们平时就买不到了哦，在这个在线下买得到啊？线下买不到，买不到，买不到，真的买不到。但是我们超市有，超市要70多块钱一瓶，79，对，超市有七十，我们超市对。来，你们明天可以去逛超市，可以去喂哦，线下你们可以去看哦，多少毫升哦，然后呢？2.7毫升，不，2.7升。2.7升啊、哦，对，多少钱？这个价格今天晚上在安伟直播间29块就给大家上车了。这个是每一家人都需要用的啊、哦！你们炒菜已经116单了，炒菜特别好吃，特别香的啊、哦！是一个好东西，正儿八经每一家人都需要用的、哦。对，拍了2单，拍了3单，家人们，你们这些人就是懂生活的一个人。因为什么？初级橄榄油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保护这里。二伟，来你弄一下，我是哪里？就这里，保护这个位置，知不知道？保护这个位置。不，家人们不要去说吃什么猪什么油，猪什么油虽然香，但是我跟家人们说，对整个这里是不好的，懂不懂？蜂蜜家人们不要急，蜂蜜我会给你们上的，好不好？但是你们先别急，我因为蜂蜜那个橄榄油对什么看到没有？对生心什么血什么管什么，这对是有用处的。家人们不是我这个油79.9的，不是说只是阿伟他把价格打下来了而已，懂不懂家人们？我把价格打下来，打到29块9，给大家上200单，好吧？但是呢，你们在线上是买不到的，这个价格是买不拍不到的，知道吧？对，包括你们在其他地方也是买不到的，这个是可是正儿八经好东西。来，已经175单了，最后20多单了，来，哦，只有20多单了，对，拍了2单，家人们，你们懂的就去拍，不懂的就不要去拍，知不知道？我跟你说，在阿伟直播间，你们买到的东西都是物超所值的，因为阿伟他会第一，他会把这个价格去跟，因为他的量大嘛。橄榄油啊，特级5，来，我再给家人们介绍一下，5颗星的啊，家人们，贴价的是什么？特级。